所以这他自己本身应该有一定的一个实力啦，会紧张啦，会紧张，现场观众也蛮多的，然后又很少接触到篮球。哎、欸，他多投了一颗、啊，一颗蓝银轮慢欧扁了哦，他多投了一颗啊。做公益不是这样做的，有游戏规则啊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一颗了，一颗了，开张了。好，再进一颗就可以追平队友了。所以没关系，稳稳的投。哎、欸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。哦、他投篮的方式啊，是从这个腰带的裤裆里面啊，抛出了一些东西往天空丢的一个低手的投篮的方式。他应该觉得这个三分线比外野的回传到本垒的距离还要更远。对对对，隔行如隔山嘛，是有点难度。哇，你看这时间没掌握好。谢谢蓝银轮，总共只完成了两颗，已经很棒了。